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炮制了所谓的新疆数据项目、新疆受害者数据库、维吾尔过渡期司法数据库，笼络收集了一批所谓的证人证言，妄图以假乱真诋毁新疆，蒙骗世人。那么经过认真的研究核对，这三个所谓的数据库，共涉及12,050人，查实了10,708人，1,342人属于凭空编造的。那么在查实的10,708人当中，有6,962人在社会面上正常生活，3,244人因慰安暴恐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被判刑，238人因疾病等原因死亡，另有264人在境外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再次举办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，就是要揭开这些所谓的数据库的盖子，一起看看有关机构和人员的真实情况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